那么第二是蘑菇、木耳等菌类植物，是素食者常食的，身为草菌被吃，与堕入畜生道有何不同？不一样。这个素食供养之后啊，它的灵就离开了，啊，不像动物，动物对于的身呢非常执着，啊，它灵没有离开，它被杀被煮的时候还有痛苦，啊。不像这个植物，植物的时候，你一采取的时候，它就离开了，啊，这个报啊就轻，啊，投胎到动物的时候报的就重。